南人吼，什么上水，人情味是上水的啦。所以来这边呢，我希望各位体验到早期农业时代这个人情味。啊，嘛用用即马就是换工啦，我甲你换工，换来换去的就吼换工吼。好，那各位同学们，你们就自己哈，拿一撮哈这个稻子哈，跟着理事长的动作做哈。很辛苦哎，重吗？有点重了，因为那天采饮料是比较轻。有没有主人家就是帮他们沏茶这样子啊？喊休困，先休息一下，让他们喝水这样子。来辛苦哦，辛苦了哈。来辛苦辛苦，来辛苦辛苦哈，大家加辛苦呢。哎，来半罐呀，辛苦。辛苦。赞。啊，回家啦。来，补充水分哦。第三碗。来，没关系，尽量喝哈。好喝哈。好喝哈。来，各位同学来这边哈。来喽。同学，你贵姓？我姓简。简，啊，你来自哪里？高雄。高雄啊，啊，你这今天这种放款人的体验有什么想法？非常的农村啊，非常的好。啊，那个农人在乡下这样在插秧这样在播种，你感觉到他们有没有很辛苦的一面？有啊，很辛苦，而且今天用了那种非常的原始。原始啊。好，非常的原始。你会不会把你这种体验分享给其他的同学？会，我会带我其他朋友一起来玩。嗯、对，啊，今天对整个活动感觉怎么样？超级好。这样好，好 ，OK。那同学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对今天的烧酥，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桃园。桃园好，那、你对今天整个那个烧酥的感觉怎么样？就是可以体验到那个我们以前就是农民的生活。对，可以知道我们吃的米本来是怎么样收割的。他以前都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啊，现在知道农民的辛苦了。对。好，谢谢你。